不仔 ice cream， 你看它绿色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黑佩西 K， 我是白佩水晶。今天这集是因为 Malaysia Day 要来了，特地做的呀。Yeah. 你对我们马来西亚自己的特产啊、特色了解吗？Durian 哦，不可以少的咯。哎啦，谁来呀嘛？马来西亚有个特产啊。啊，讲。帅哥。哦，对不起，看不见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特地找来的这五个很有马来西亚特色的 ice cream， 很简单，简单。这个是我不吃的东西，不带。我也不吃。很简单哟，嗨。Nasi lemak， 看起来很 coconut 是不是？是 chili crab。制作这些人真的很厉害，真的不用讲做他们。这五个味道够特色吗？非常特色，嘿。我们今天呢不是单纯吃这五个 ice cream 啊，我们要玩游戏，知道马来西亚的冷知识问题啦。猜错的人呢就要吃 ice cream， 马上进行游戏呗。我国的国歌是源自哪个国家的歌曲？给啊，好了。我不讲。我们答案都一样，应该是英国吧？是吗？所以我们两个都输了。Let's try 这个 Nasi Lemak Ice Cream 啊。来啊。Not bad 耶。哇，我不能，太 coconut 了。吉隆坡塔和双峰塔哪个实际高度比较高？我懂了，这个我知道。其中一个它垫高上去哦。是讲那个吉隆坡塔上面那个垫高啊？写的安诺，不是。给你 KLCC 啦。对了，不用再吃，但是你想吃是吗？第三道问题，东马和西马的时间还没统一之前相差了多少分钟？怎样啦？嘿 Siri， 三十分钟，四十分钟。啊！你要吃嗨喽？哦。大家好吃吗？还有螃蟹味吗？有一点点螃蟹味，很恶心就对了啦。第四题来，政府在哪一年废除了国内护照机制，让西马人出示身份证就能进入东马？这个马甲马拉才的到，我是没有去过沙巴沙拉。我有去过，可是我忘记了我有没有用 passport。2006、2007。哇！进入这个第五道问题，我们也换了第三个 ice cream， sausage egg 咸蛋。Putrajaya 拥有全球最大的什么？最大的？Putrajaya 长什么样我都要忘记了喂。哦，想到了。你这样子我很怕哎。你写什么？让我报花园。我就记得，我就刚要讲可以有三 km 这样长。拿多一点。很 super team， 那个咸蛋味蛋味比较重。第六题，我们的国父中共阿杜拉曼在独立广场到底高喊了几声 Merdeka？ 到了这个三次、七次。啊！哇！他可能看的是那种 edit 过，剪掉了那个。Shot the egg， shot the egg， shot the egg。你被人家吸毒的。不错、啊、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，我接受得到。啦啦 ，A new flavor， 这个是 chili crab。Yes， 沙拉越的母乳山国家公园拥有一个世界最大的洞，其中间可容纳多少架波音七四七客机？波音很大个的哦。我不，我要写双位数还是单位数好哦？你写什么？我写八哎。哇！我刚要写六十。跟哥一起吃啊。Yes。反正这个我接受到，我觉得这个很像在吃这没有泄露的蟹味吧，哦，好吃耶。第八题是填充题，全球最多蟑螂的聚集地在沙巴山打根的瓜果湾洞里头，因为常年环境的和有的排泄物的滋润下，所以这里超容易滋生蟑螂。Crystal， 不，蟑螂，真的潮湿跟蝙蝠。我要写潮湿 slash 黑暗。黑暗。黑暗怎样滋润它的排泄物？我不明白。
好时电波。我们的终极大 boss 就是这个不宅ice cream， 你看它绿色的。若不是你突然闯进，它是绿茶，它是绿茶，它是绿茶。马来西亚热是纪念马来西亚联邦的成立，但是因为哪个邻国对新联邦的成立表示反对，才让此计划延后至9月16日。我这就等一下，我不知道，我的头脑只有一个答案罢了。啊，等一下，差一个啦。我们来揭晓答案。是我写新加坡跟文莱，耶！很苦啊！我不对，你说很苦，你吃苦没有 ？Texture 很蛤蜊吧，味道还好，它的那个味道真的很恶心。我已经知道了，最后两题一定是 set up 给我们吃好了。来，第十题。你要分开来讲，关于 Malaysia 的什么？第十道问题，你写什么？你写什么 ？Stable Auto Gear Amazing， 请揭晓答案。我真的不想错，真的真的很错，我真的。这五个味道里面，哪一个味道是你觉得你私下会去买来再吃过 ？Chili crab， chili crab， 我觉得很好。我个人是觉得那个 level one 的 nasi lemak， 它的那个 nasi lemak 其实就只是 focus 在它的椰浆饭的那个味道了，就是很重口粉那道。对，没有你想象什么花生啊。对，我也是以为会有那种辣的啊，所以它是一个比较保险的。虽然我觉得那个 salted butter crab 不好吃啦，应该要去试一试，颠覆你们的想象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，也祝贺。我们马来西亚 Happy Malaysia Day， 隔壁郎，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分享、按赞还有订阅我们哦。我是黑佩西 K， 我是白佩水晶，这里是黑白佩 All Bad Pui， Happy Malaysia Day。这里是影视小镇，武林高手。安迪安的男女老少，云吞面老板都有深藏不露武技的好地方。老板，我们要什么？要探要什么？云吞面罢了吗？不会叫咩？新奇潮全都在探探网。